Hello, Troublemaker, 今天去哪儿？我们今天来到野柳海洋世界。哇，这个已经是我们这个海洋系列的第四集了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已经快要收集完所有的海洋馆了。我们拍过桃园 S Park， 然后还有基隆的海洋科技博物馆，然后我们上次还去了屏东海生馆，这次来到野柳海洋世界，所以是第四集没错。那我们应该还会再去收集一下花莲海洋公园，还有基隆最近新开的潮境智能海洋馆。那听说台中在年底的时候还会再开一个新的博物馆，有机会的话我们就去把它收集齐全。那如果有人知道哪里还有的话，也可以留言跟我们分享哦。那我们这集啊会部分会使用 GoPro 10来做拍摄，那如果有对这台运动相机有兴趣的人啊，也可以来参考我们今天拍的画面哦。但是因为今天海洋馆里面应该是比较属于室内，因为 GoPro 毕竟属于太阳机，所以我们一部分会使用 iPhone 13 Pro 来做拍摄。那我们就进去参观咯， Go Go。现在是3点多，我们来看3点半场次的表演。这边真的蛮热的，不过有那个遮阳棚啦，你如果来的话可能要坐后上面一点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等下会有人表演跳水。高空跳水。夏天来这里真的是一种折磨吗？对，还是一种瘦身行程。如果是瘦身的话，我会开心一点。现在完全是一个喷汗的状态，大家记得带水。哦，拿水给你喝。各位女士，都是倒水动作。我现在就一起来欣赏我们五位在马台、跳板还有抽签上的表现。
思哦，魔芋星为了保护动物也保护大家，可乐就没有办法往上走咯，请大家跟我们配合一下哈。这里可以观察到，宝可乐耳朵最突出的那一点就是它的鼻子，我可以看到可乐鼻孔很大，潜水的时候会先深呼吸一口气，鼻孔就会自动给它闭起来。哦，刚刚挥挥手咯，哇，你看它很有礼貌呢。不过呢，它潜水的时候会先深呼吸一口气，鼻孔就会自动给它闭起来，才不会在潜水时呛到水哟。好，深呼吸一口气，可以在水中待20分钟左右，潜水深度都可以高达200公尺，这么深哦。你看，潜水力量真的是很大哦，可以撑起它100公斤的体重。挥挥手，谢谢大朋友小朋友给他热情的鼓励。好，现在欧可乐要准备回舞台了哦。长大之后呢，肚子就变得非常的圆润，而且雪碧有肚脐哦，肚脐的位置在哪里？对，雪碧哦，你还遮着不让人家看就对了。来啦，请给我看一下嘛。哦，看完他肚子之后呢，哦，又遮起来了。呵呵，雪碧，不然你重要部位都不遮，你只有遮上面，真的很可爱呢。好，接着来，我们就认识一下雪碧的脚。那大家可以观察到，雪碧脚在陆地上行走时是没有办法向前弯曲来进行走动。包含了王爷，包含小雪碧，准备好就会受下你的后脚伸。掌声给雪碧鼓励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感受海豚气鼓的力道吧。掌声鼓励一下，你们可以下单海豚呼吸换气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哦。这边就是有新开的地方，就是这边那个儿童馆，它的门票是另外收的，那我就会再把票价放在这边。那我这次来是觉得那个动线有点微微的奇怪，像我就是进来买完票之后，我找不到从哪里上去，就后来发现他们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全部买完票之后要先上二楼，再下去 B1 再开始逛，所以就是稍微有点搞不清楚的地方。那你觉得？小朋友来这边玩应该会蛮开心的，包含一些体验的活动啊，下面 B1 的一些生物啊，我觉得都还不错。然后他的表演好像也有更新，跟我们多年前来的不太一样。好，那就是放暑假大家可以带小朋友来玩一玩啊，不过来的话还是要注意那个防晒啊，跟各种消暑的物品要记得带。那我们这次的旅行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拜拜。拜。我发现来这边考验你的中文程度，他们的名字都超级难念的。郭太白贴心了，至少会帮你注意一下。说一次这只是什么？棘皮丹棘豚。